叱咤跳接团跳360，这个地方有点小小的晃动，目前应该不影响他的起评分。团身前空翻战木，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有连接，没有连接上，接环跳没有接上。四叉接环，又出现了问题，掉下器线，这下又要扣到0.5。对，这个动作的难度也不承认了，这样他也失去了这个屏幕的竞争。前空翻，挺身前空翻，接后空翻，再接，他做了一个扬坡跳，这个动作是我们著名的这个体操世界冠军杨波发明的，所以叫扬坡跳。那么在体操的这个难度表上，有不少以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动作。毽子1008，镜头每做完一个选手呢以后呢，对准了目前处在第一位的这个梅梅尔，这是目前罗马尼亚的波诺尔。尽管出现了失误，几位教练员还上来在安慰他，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，尤其是在这个体操比赛当中啊，只有10公分的这个平衡木上做动作，